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少儿武术短兵的持兵礼仪。首先，左手持兵，在白色的部分，左手虎口紧靠副手盘，两手垂直于大腿两侧，持兵身。呈斜下45度状，行礼，两手同时举至胸前，左手持兵，右手为掌，置于左手内侧，两臂撑圆，目视前方。礼毕，下面我们模拟一下比赛的现场。首先，听裁判介绍运动员之后，两运动员同时向裁判进行行礼。礼毕，之后两名运动员互相行礼，转身。敬礼，礼毕，听裁判员口令，预备，出兵。好，下面听主裁的口令，进行攻与防的格斗，结束。少儿武术短兵单兵对抗项目得分介绍。本项目两运动员中间有一条横线，准备开始。首先，击打对方清晰、有力、有效。一分。轻轻擦过，不清晰，无分。第三，近打部位，头和裆。第四，两人同时双击。无分。第五，一方过线，对方一分。两分情况，首先，除两脚之外，任何其他部位触地，则对方得两分。是两分。第二，手失掉短兵，对方得两分。现在介绍少儿武术短兵双兵对抗项目，行礼，礼毕，对兵，双兵对抗项目得分情况。与单兵一样，但是没有中线，是在5×8米的面积之内进行双兵对抗，两脚不可踩线，如一方踩线，
则对方得一分。少儿武术短兵规则介绍完毕。